其實咧，我之前錄咗一隻碟，嗰只碟係十隻歌一隻大碟嚟嘅。跟住因為唱片公司嘅問題，出唔到只碟，一路等緊。咁但係最尾都出唔到啦。咁呢只碟咧，唯一就係得我自己一個 copy 嗰十隻歌。咁呢只 CD 咧都壞埋，因為太耐啊，即係聽唔到而家。咁唱以前嘅歌嗰陣時，特別有一首半首歌啦，係而家我已經諗起，我已經想喊啦。Angel Mercy 係我其實係一個 defining moment 嚟嘅，係 define 咗我其實好似一個自首就恐怖，一個人生喺一個娛樂圈做歌手嗰個停頓位，我知道嗰個係我停頓位嚟嘅。咁呢件事真係係我自己喺唱歌生涯裡面一個真係。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遺憾，就是點解隻碟係會壞咗噶？冇人有呢個 copy， 到而家我都係好唔開心。以前我就覺得人哋覺得我串啦，即係好，其實又唔係小姐脾氣喎，係好有架子，好串咯。個個都話我串嘅，去到邊度都好驚我嘅。我行咗去咧，我感覺到間房咧啲人係靜曬，呼吸都咁樣呼呼，即係哇嗰、那個女仔嚟，個張生要嚟啦，睇下佢今次想做乜咁。我在娛樂圈很孤獨，當你上到台你就是得你自己一個人，是的，即是好與壞都是得你自己一個人，還有你的真的哇你的信心是要爆棚的，所以其實做歌手壓力是大過一定大過做演員很多。其實為什麼我會做這個 show 呢，在我結了婚之後就生了小朋友啦，咁我用咗好多時間喺個家庭啦，同埋喺啲小朋友度啦。我自己都覺得嚇，其實係咪就係咁嘅咧？即係我下半生都可能係咁樣喎。咁但係我自己又繼續即係好熱愛演藝，好熱愛做戲，熱愛唱歌。咁所以其實我一路都冇停過呢樣嘢。即係至於今次做 show， 我係好想俾自己一個考驗啊，一個肯定啦，即係其實咁耐冇喺個台度唱歌啦，今次仲要嚇有啲新嘅搞作，覺得作為一個媽咪咧，都唔係一定話要放棄自己嘅夢想。二十年放低咗嘅，我想重拾翻佢，我想再揸一次。如果係個完結，我希望完結得美麗啲啊！